花童，今天花童带大家做一个会吐泡泡的方块。首先我们在这儿挖两个石块，再往下挖深一点，然后在这儿放上电能产生器，之后用这个石块把它盖上，之后在这边我们给它放上电能线。放完电能线之后，在这个方块给它放上我们的发射装置设备。放完电能线之后，在这个石块上放上我们的发射装备。放完这个设备之后，我们在它的里面给它放上这个泡泡球。之后这边我们用石块把它填起来，在这儿放上我们这个石块，这样是不是就开始吐泡泡了？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学会呢？大家还想看花童做哪些视频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